我想给你一个机会，一个让你可以光荣离开的机会。离开？要解任你身为阳地物流社长的职务。那金六月，你竟敢！你要被那个女人牵着鼻子走到什么时候啊？像你这样犹豫不决，解决不了任何事，该整理的尽快做个整理。好，我原谅你。谢谢您，外公。不过放弃吧，只要你那么做，我就会原谅你。中天娱乐台，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，《太阳的季节》。